今年五月底六月初，中国好声音导演组来洛杉矶选拔中国好声音海外参赛曲歌手。在专业歌手强手如林的情况下，全美浙江商会总会副会长潘松林以及迥然不同的曲风、硬朗的台风和过硬的唱功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胜利突围，进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美总决赛。热烈祝贺潘会长，厉害了我的会长，你是老凤精英，一鸣惊人。今天我们请到潘松林为我们演唱参赛歌曲《母亲》，有请。谢谢大家。那个，我今天唱个母亲哦，明天是父亲节，所以说在这里也祝全天下的母亲，还有在座的母亲啊、那个幸福快乐。
头也不能挂。